Why not teach me Chinese? Why not? Just type, we'll teach you Chinese. 你好。Repeat after me. 十。究竟是不是果子狸呢？为了确认它的种类，记者联系了野生动植物保护所的工作人员，再次来到了制衣厂进行确认。这不是果子狸，是狗狸，也叫狗獾，是省三有保护动物。三有动物是指有益的、有重要经济、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，国家严禁买卖食用。这个狗狸跟那个果子狸是同一类动物，但是它相貌还有其他的也有点不同。它们习性差不多的，都是吃那个野果，还有那个小的动物啊、昆虫啊之类的东西。果子狸和狗狸最大的区别在于面部特征，由于狗狸的黑市价格远低于果子狸。一些不法分子就会狸猫换太子，以狗狸冒充果子狸非法牟利。市民如果发现这类情况，可以向野生动植物保护所举报。另外，果子狸或狗狸可能携带病毒，一旦发现携带病毒，必须进行销毁处理。This Chinese character means 10 in English. This is its syllable 十. Repeat after me 十。